今天我们再来练习幼儿数学，别忘记订阅、分享并按下小铃铛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请问有几个孩子在排队？这些孩子在排队，所以我们来练习数一下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，所以有十个孩子在排队，所以这边答案写十个孩子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来算一下孩子排队的顺序了。他这边题目说到，如果扎辫子的女孩排在第一个，戴红色帽子的女孩排在第几个？我们来练习一下它的顺序。那第一个我们就用标一。第二个孩子，我们就标第二个是标二，第三个标三，第四个是标四，第五个是标五，第六个标六，第七个是标七，第八个就标八，第九个标九，最后一个也是第十个，我们就标十。戴红色的帽子在哪里？我们把它圈起来，在这里，所以它排在第五个，所以我们答案要写第五个。接着我们来看题目，将第七个气球圈起来，而且告诉我们它是什么颜色。所以，我们上面已经有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了，一就是第一个，二就是第二个。接着我们再来数一下它的顺序，好不好？三是第三个，四是第四个，五是第五个，六是第六个，七是第七个，八是第八个，九是第九个，十是第十个。那现在将第七个气球圈起来，在这里，它是什么颜色呢？它是绿色的气球，所以答案要填绿色。接着我们来练习数量的比较。题目问到说，请问工人和木头哪个比较多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工人，来数工人有一、二、三。接着我们来数木头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知道了，木头的四大于工人的三，所以结果就是木头比较多。我们再来练习一下数量的比较，请问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？多几人？我们看一下，上面是女生，下面是男生。所以，我们来看一下女生有几人？我们来数女生的人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所以女生有几人呢？六人。接着，我们来数男生。男生在底下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所以男生有七人。所以这边说到，六小于七，所以是谁多？是男生比较多。接着我们来算多几人呢？就用七减六等于一。男生跟女生差了一个人，结果就是男生多一人。好，这个是要学习数量的比较，还有计算。接着我们来练习认识前面跟后面的数量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题目，小可后面是小薇，所以看到小可在哪里，要去找找看小可，而且问到说小可后面有几人。我们先把小可标出来，小可在这里，小薇坐在小可的后面，所以我们要数小可的后面有几人呢？就练习。数小薇是一，后面二，
三、四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小可的后面有几人呢？答案填有四人。接着我们再问小可这一排有几人，看到箭头指到的就是小可的那一排，所以小可的这一排我们刚刚算后面有四人，再加小可这一个人就等于五个人，所以这题答案说小可的这一排有五个人。接着这一题我们就要来学习前面有几人的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题目，小杰前面有几人，所以前面的话就是要往前数，我们先把小杰找出来，小杰在这里，小杰的前面我们就往前数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们数到三的时候前面没有人了，所以不要再数下去了，所以这题答案就是小杰的前面有三人。希望借由这个影片能够让小朋友学习到一些数量的关系，还有前后的变化的关系，希望大家能够学会。请您订阅，喜欢按个赞啊，并分享给好朋友。在你按下小铃铛后，每一次影音网站有新的影片就会主动通知您。最后，也希望你有能力可以加入会员，长期赞助本影音频道。谢谢您。